香蕉致富，有香蕉王国的美誉。好吃的旗山香蕉品种是什么？那也是一样，一二三哦，一二三。这边粉红色这位小朋友在隔壁这位，来。北郊。答对了，没错，答对了，来，完全不用提醒，真的超厉害的，真的小朋友都非常的聪明。来，最后一个问题。